这个是啊，四川38号爱媛果冻城，你看软软的，里边啊都是水儿，带着印儿来的。你看啊，都爆汁儿啊，看皮薄水儿多甜，你看都见水儿。这个吧，不到20块钱5斤，小果、中果、大果都有，您自己去挑。我建议哈，还是啊，大果它甜呀。你看，那水儿多的呀，这可以榨汁儿喝。这果冻城现在正是季节啊，你看小薄皮儿，这个里边维生素 C 的含量高，吃这一个都饱了，水儿多，一斤不到5块钱，3、4块钱，这比超市里的便宜太多了。质量有保证啊，吃一口都噎着水儿，真好吃，放在左下角的小黄车里了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